另外就是小强也在看电影吗？有民众在新竹一间影城看电影，看到一半突然觉得有东西爬过身体和杯架。电影结束之后，惊见一只小强，它就在椅子上。准备离开时，一旁的朋友也发现了另外一只小强，觉得真的好夸张，跟影城反映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。一只小强就这样在电影院的座椅上爬呀爬，几分钟前更爬过民众身上。看电影看到一半之后发现有蟑螂，感觉怎么样？很糟，很恶心啊。日前有民众跟朋友到新竹某间影城观影，看到一半时就觉得有东西爬过身体跟杯架。电影结束后就看到小强在椅子上爬，没想到准备起身时，一旁的友人惊觉身上也有东西在爬，就是一只小强在身上，赶紧甩一甩到厕所处理，顺便录影在影厅门口从身上甩下来的小强，质疑是有在固定打扫清洁吗？气得PO网讨公道。底下也吸引许多网友留言，有人说太夸张了吧，还有人发现影料打翻的污渍还在椅子上，更有人笑称这是最新的小强 4DX 影院。当然会觉得不是很 OK 啊，对，因为电影院然后又有爬虫类，就是环境的部分没有到很好。对于环境问题，影厅没有多做回应，只是出门看个电影却遭遇小强缠身，愉快心情全被破坏。记者徐志谦新竹报道。